它顶上是有天窗的。旧宫五百人大厅的全景。这个房顶，拉斐尔风格那种。顶上的油画和它镀金的那个装饰，真的好近。离我非常非常的近。我现在是在旧宫的二楼，底下这里是旧宫的一楼，像梳妆台一样的。顶上也是用了各种镀金。镀金的这个家族的家徽。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，这个角度好漂亮，六边形的。